别的商家给的照片都是蛮基本的，他们的给的照片都是蛮新颖，还有比较时尚的设计。我的名字是 Chua， 这个地方是达曼三位 Cheras， 巴杜斯米兰。我是跟他们订购了一 set stainless steel 的铁门，还有那个 side gate 还有那个 dustbin 的 gate 之前的都是 developer 给的，就是普通铁，然后喷漆，然后大概用了十多年就开始生锈，所以就打算换咯。基本上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是问了几个工厂，还有几个商家，他们报的价格都是比较偏高一点点，然后就联系到 AMC 的价格是很合理，然后呢 service 很好，在谈的价格过后，他就约了一个时间就来拿他的尺寸，大概是说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就来安装的品质都是在我的想象的范围里面，就是说品质都是不错的，谢谢他的服务。